Hello，你们好，我是 Pick Like 天赋宝盒的皮尔冒险王，欢迎你们来到气球博物馆参加红气球王国传说任务。今天你们要化身为大小侦探家，一起找出红气球王国里的秘密。在开始之前，先跟我一起动动你的头，转转你的手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彻底的放松，因为今天的任务可不简单呐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先拿起你的红色闯关包，里面一共有王国地图、使用说明与密码收集卡、五个关卡包和一个白色终极任务包。这次解谜的目标是要找出地图中红气球王国的守护者，他的所在坐标位置。透过每一个关卡收集坐标的线索，可能会是文字、数字或是英文字母。当收集完五个关卡的线索后，即可打开白色的终极任务包，完成终极任务。最后出发前的三个小提醒，这次所有的关卡都在户外完成，不需要按照顺序哦，并且请务必记录每一关所收集到的线索在密码收集卡上，以便完成终极任务哦。最后，如果卡关了怎么办呢？密码收集卡上有 QR code 哦，只要拿起手机一扫描就可以得到提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拿起闯关包就出发喽 ，Go！